惠州五天游第一日，而家开始。我哋而家嚟到贵阳嘅步行街啊，清文路，应该系贵阳最旺嘅地方啦。而家360度影俾你睇啦。步行街，贵阳。这个旅行团的晚餐不包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去找嘢食啊。今晚个水饺餐终于都搞掂啦。步行街冇乜多，食肆多。呢啲横街啊，都好旺嘅。第一天嘅节目行街，哦，呢个青云门啊，一入青云门就平步青云啊。我哋今晚嘅行程啊，全晚啊就嚟呢个甲寿楼啦。哇，千辛万苦行到嚟。我哋嗰次嚟系嚟得远远咁望下啫，但系而家咁近嚟睇，嗰条桥过去，仲可以落去喎。诶，你哋已经开咗市啊？啊，景都几靓啊！好笑。在甲寿楼的对面好像有个庄园在那里，哇，最近距离的甲寿楼啊，好了，参观完毕那就走了。我哋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啦，原来呢度就系正宗嘅入口啊！啊，终于啊翻到嚟呢个又近高铁又近机场嘅酒店啦～